朋友，欢迎回到娱乐漫谈。介绍我们这个单元的嘉宾，他是 Google 的 founder 之一，他的名字叫做商颂。商颂你好。主任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个时期啊，其实做房地产做贷款都是大家的心中的一块很大的一个部分，而在最近的时期，因为公债啦还有利息的这个高高低低的起伏，让很多人心里都很迷思。因为十年的公债的回收率不停的下跌，跌到了历史的低点，但是房贷的利息却是在最近几个礼拜有上升的趋势，这中间的水很深，跟我们解释一下这到底是为什么。是吧？好的，给大家大家听到的利率可能有很多种，经常听说的是这个 Fed Reserve Rate 啊， Fed 因为又减息啦，实际上在过去两个礼拜，这个 Federal Reserve 大两次开紧急会议，对，第一次减 0.5， 对，第二次减 0.75， 就上个周末，对，现在减到零了，现在就是零利率。Federal Reserve Rate 实际上是 Federal Reserve 借钱给银行的利率，不是我们 mortgage borrower 的利率。真的有消费者说，那我现在借钱是不是不用还利息？这个是就是不同的利率，不同的用处。还有一个，经常你刚刚讲过的，这美国的国债十年公债的利率，那今年年初的时候还是1.5左右，那在两个礼拜以前掉到了0.3-0.4，曾经低过0.4啊。对，没错，现在回到了大概0.9-0.8左右。哇，那涨得也蛮快的。没错，这涨得很快，因为这个 market 的变化实在是太快。所以说这个 rate 跟我们的 mortgage 有关系，但是也不是我们的 mortgage rate。我们的 mortgage rate 实际上是银行借钱给我们的 borrower 的利率，这个利率跟前面两个利率都有关系，是处于同一个利率的大环境。但是我们的 mortgage rate 也受这个 mortgage market 的这个影响。它有供求关系，同时也受到我们这个 lender 的 capacity 的那个限制。capacity 就是这个 pipeline 里面到底有多少钱。这个 flow 是吧？对， flow 的速度。你像在两个礼拜以前嘛，那个时候 rate 最低点到最低点的时候，那个银行结束了很多很多那个 application， 已经 commit 了很多弄给我们的 borrow， 那个时候基本上就银行已经没什么钱再 commit 更多的弄了。所以 rate 开始上涨得很快，从 3.0 涨到 3.5， 一下涨 0.8 个 point， 就在一两天之内。没错，没钱的情况下涨利率，同时银行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有大把大把的那个贷款申请在那，对，他不愁没生意。这个需要很长时间来消化。那现在一般来讲，30天要 close 一个 refinance 应该是很困难的。一般60天，甚至我听说有的那个120天都有的。真的呀？所以这个需要银行把这些银行的贷款全消耗以后，那个时候可能再看到好的利率。所以贷款利率实际上是两方面的影响，一个是当然大环境现在很好。但是另外一个大环境就是银行本身他们有自己的 capacity 的限制。对呀，他们自己 capacity 不光只是银行的这些工作人员要处理这些贷款，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钱的 capacity。你把钱都借光了，你没有钱再钱再借了，这种情况下 rate 就会涨。所以这个 rate 变化过去一两个礼拜变化很快，因为这个 market 实在是 uncertain。像您在这个贷款行业已经做了这么久了，有没有碰过像现在这种情况的？从来没看到过。真的呀？我们去年就讲 rate 会降，但是没想到降了这么多。实在是超出任何人的想象。这个十年公债到0.3-0.4，这个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没看过的。Federal Reserve rate 到零，我们都看到过，但是这个 Treasury 的 rate 到0.3-0.4 never seen。所以我们看到纽约联储局还有中央联储局啊，一直所谓 piping 这个 money 到市场里面，他们就是要确定在 corporate 的 commercial paper 也是流通的很好，银行的资金也是要流动的很好，就要让这种 back end 的 financial institution 运转的都很健康。是没错，像上个礼拜Fed cut 利息的同时，他们也宣布叫做 QE。Quantitative easing， 他们要500个 billion 来买 treasury， 200个 billion 来买 mortgage， 你想200个 billion 的 mortgage， 实际上对我们目前的 demand， 我们很多人像上两个礼拜以前，大约80%的 loan 都可以贷款，都可以 refinance， 但是 trillions dollars， 你200个 billion 只能是象征性的说，我们 Fed 来支持你，但是没办法完全改变这个
这个情一个状况。好 ，OK，、嗯、我们还是要有信心。现在就回到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说、嗯、哇，那一批那么低的时候我没赶上，嗯、以后还会不会再低？我的 loan broker 是否可以帮我锁到最低的利率？您怎么说？哇，这个锁利率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这个客人跟 agent 之间一定要非常密切的沟通。嗯，那一般情况下，我们认为哈，这个如果客人的 rate， 比如说现在4.0，那今天的 rate 3.5，你能省0.5，我是觉得就是 you never know when is the lowest market。嗯，那你现在已经省0.5个 point， 你就应该这个把这个 rate 锁住，往前走。这个锁定利息、锁定利率是锁定你的 profit， 你的 saving。对，你有些人说想等更低 rate， 没想到你看上上两十天以前，嗯，这个两三天之内 rate 涨0.5%，那现在一样还没有下来，即便是 Federal Reserve cut rate 到零，我们的 mortgage rate 还是没有回到我们当时的最低点，现在还是在0.375-0.5的高度，所以说你看到好 rate 的时候，一定要锁住，不能贪心，见好就收。哦。不能贪心，见好就收。是的，现在又值是报税的时候，那么你们在审批贷款人的这个的 qualification 的时候，要不要考虑到2019年的报税呢？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需要，除非我们的 borrower 要用2019年的 tax return 来 qualify。嗯，如果说不需要的话，我们可以用过去的2018年、2017年都可以。嗯，呀，这里谈到就是我们怎样让我们的客人做一个 refinance 又快又好。对。这个里面实际上是有经验的 agent 是很有区别的。有经验的 agent， 对对对对 对， 对，有经验的 agent 他会对客人比较了解，嗯，对我们的program 也比较了解，嗯，他比如说这个 program， 我们实际上我们只需要一年的 tax return， 那你就不需要客人 provide 两年的 tax return， 嗯，那我们可能只需要一个月的 bank statement， 那你就不需要 provide 那么多 statement， 嗯，那我们可能只需要一张 paycheck 就够了。所以说这很多情况下我们的 agent 能够帮我们的客人来优化这些 documentation 的 requirement，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客人 submit 的 document 刚刚好，不多也不少，哦，这个时候我们的弄做得非常轻松，很快就 close。 哦 OK、嗯、好，那您刚才提到现在的lock 的 period 到30天、45天甚至120天，这种情况我们怎么能够知道我们被锁住的利息是在锁住的时间之内最低的呢？这种情况下我们 nobody knows， 那我们讲就是说你一旦 lock rate， 我们就 forget about rate， 我们 just专心 close 这个弄，嗯，因为也有人说我想拿最低的 rate， 那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很难做的，嗯，因为你不专心 close， 那可能等你出来的时候你又找不到更好的 rate 了。好像我现在再提一个比较严苛一点的，我相信消费者都是跟我一样的人嘛，对吧？像现在呢，因为这个有 lockdown 的这个情况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open house 也很少人去看，并且有一天 county recorder's office 也关掉。如果说消费者他真的有这个隐忧，那当然对 buyer 来讲，聪明的 buyer 啊，他也会说我现在进去抢房子有更好的优势来跟 seller 来 bargain 一下这个价钱，会不会有一些更 creative 的这个 program 会出现，比如说什么 three and one buy down 啦，或者是 seller carry back， 这会在你的地雷看的这个方方面面之中吗？这个我们想最好的办法是 make it simple， 你那些东西啊，平时不用的东西最好是少用，因为 you never know what cause problem，你现在要做的是要非常顺利的 close 你的 transaction， 嗯，这特别是外面这么不安定的情况下，嗯，尽量减少不安定因素。对，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就是帮客人讲，就是说我们 make it simple， close as soon as we can。 嗯、yeah、好，那如果您想要在贷款方面做到最满意、最省事、最 simple， 又面临现在的疫情的情况比较严重的时候，又遇到报税的时候，要贷款请找 Good Gain， 相送就是最佳的人选。非常感谢你，尚，谢谢。谢谢，谢谢钟总，谢谢大家，大家 stay safe。对对，祝大家健康平安。好，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晚安，拜拜。